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。哎呀，我跟佳佳可能真的不合适吧，就这样算了吧。今天是第一天到新的公司实习，新的生活开始了。哇，这公司真的好气派，这大圣诞树还有健身房，我的妈，太好了。哎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哎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哎，佳佳，小博啊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我在这儿实习呀。啊，我也来这儿实习，好巧。那你是啊？对，我来这儿办手续。那我等你一会儿，咱俩一起上去。啊，好，那你等我一会儿。这个就是燕归。好。啊，好。把这个人物手册俩看一下。啊，他啊，那行，那我放这了，然后俩我放看一下。好，那我先，你先看，你先看，女士优先。好。哎，这两个位置你想坐哪儿啊？我想坐里面。行，那你坐里面，我坐外面。挺一致的啊。哎，没想到咱俩除了学校还能再见面啊。对呀，而且感觉会比学校近的更亲。收拾一下桌子啊。哎，那我帮你把那个电脑完上吧。哎，麻烦了。哎，没事。哎，佳佳，把那个线递给我一下。啊，什么线？就是那个。哎，早啊，佳佳。早啊。嗯。吃早饭了吗？没，我今天早上起来晚忘买的。啊。嗯。那我这有个华夫饼给你吃吧。啊，我不用，不饿，不吃，不吃。不行，早饭一定要吃。哦，那行吧，谢谢啊。没事。那是谁啊？啊。哎，他在跟咱俩摆手呢。我，小白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我，你俩怎么在这儿？我俩来实习啊。对，我俩来实习啊。来多长时间了？刚来，昨天才来。刚来。嗯。咱公司新装修了个直播间，我领你去参观参观。啊，我不去，我上班。可好看了，走吧。啊，走。那我们一起去吧。我就不去了吧，我不去。啊，哎呀，他们两个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小白不会跟佳佳告白了吧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这么多屋，他们在哪儿啊？刚来，我就在那个大厅里面。啊，通通都不会。哎，你们俩看到那俩人在哪儿啊？在那儿呢，20块钱。小白在干嘛？你去吧，给我加加。干什么？加加，你先进去。啊？你先坐。咋了？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什么话？其实这些话我早就想跟你说，但是可能因为我没有勇气，我很懦弱，所以我一直不敢跟你说。但是今天当小白把你拽走的时候，我是真的感觉我要失去你了，所以我不能再忍，我必须跟你说这些话。嗯，你要说什么？今天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一见钟情，但是从我第一次在网吧遇见你，到后来我们一起吃饭，一起跨年，不管是你给我的感觉还是你这个人，都让我越来越喜欢。但是小白的出现真的让我感觉挺自卑的，因为我觉得我哪都比不上他，我觉得只有你跟他在一起才能给你更好的生活。但是今天他把你拽走这一刻，在我以为他要向你告白那一刻，我突然认识到真正的喜欢是没办法放弃的。所以不管我今天说了这些话以后我们的结局是怎样，我们还能不能做朋友，我都要说出来。佳佳，我想告诉你，我喜欢你，你能跟我在一起吗？你这个笨蛋。那佳佳，你是答应我了吗？嗯。谢谢你。哎，小白。哎，小白。小白。